通道下来，然后我们就挖了一个鱼骨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江同的 Smart Game Studio。嗨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我们的原始生存啦。那么，那私底下呢，我已经挖了三条鱼骨，然后我有挖到一个洞窟哈。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要先来探险一下。你看，有枯光声，那我也做一点火把。好，一组火把啦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看那个洞窟好了。那洞窟有点危险。危险的感觉。哦，苦力怕四周爆啊，谁怕谁，两只枯弓耶，我想还是算了吧游虫就是这样，拜拜！啊，对，我上一集有挖到一点钻石，现在让大家来，现在来跟大家一起挖吧。我记得是这边，还有几颗呢？哦吼吼，来办了！哎，干什么了？吓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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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挖吧！啊，一颗，我浪费了一个钻石，一个钻石就掉进岩浆。Q A Q 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耶！有几颗呢？好像蛮多颗的。十颗钻石哎，这十颗钻石，耶！好了，那还有钻石吗？哼，让我想想哈，这里就有一个钻石啦，嘿嘿嘿，棒棒的感觉，好多钻石哦。 Diamond 耶，18颗钻石，哇，油桶挖到了18颗钻石，开心开心耶。再来呢，我们好像就可以去做一个钻石高墙，然后就去挖黑曜石，然后就做出附魔台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觉得好棒啊？来吧，来吧，我们来做这个。然后
先去挖一些黑曜石。那么我也有想说，那我们之后材料采集一点后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去，这样好危险的感觉。之后我也就是会下来挖一些那个挖一些黑曜石，然后来做地狱门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上去打牛咯。哦，三只苦力派。有了，有皮革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下来过。然后是要这样，皮革做书。一本书，这样，耶！哒哒哒哒哒哒，呜呼！好，那再来呢，就可以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我们要干嘛？做一些书柜好了。这样不能做书柜，发气了，做了一本书。好啦，好啦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下一集应该就可以上去盖家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资源应该都是差不多够了，我觉得啦。洞窟我们也不探了，那个黄金我们也不要了，哈哈哈。好，那下一集上去盖个家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可以在影片下方点小小支持的频道，那就在影片下方点订阅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影片就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附魔台，然后下一集就要回去大平台上盖房子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去大平台上。